尖东一带有不少商厦，其中最为大型及指标性的商厦，要数比邻海底隧道的康云广场。康云广场作为尖东区辖下，质素上乘之余，同时尽享交通优势。东铁红磡站、尖东站以及港铁尖沙咀站均在步行距离之内，三铁汇聚。而比邻的红磡海底隧道亦有多条巴士线往来港九各区。升降机大堂设于一楼，驾车人士或者的士可直接前往大堂。而物业一楼亦连接行人天桥，可通往邻近商业中心以及红磡站一带。物业有21层写字楼，分为南座及北座。大厦每层楼面面积约为28000平方尺，适合中小型公司使用。景观方面，北座单位以楼景为主，而南座单位则外望红隧九龙出入口，高层更可享维多利亚港海景，景观开扬，吸引用家进驻。